还在挂念梁生吗？你可以放心，回去之后我就会替梁生完成婚约。我不会让爷爷再为难梁生的。其实我们应该开心才对。 你怎么来了？啊，天，在这儿的度假村项目快开业了，一直喊我们过来，没想到你们也在。哦，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走到这里了，可能是未央最近一直跟我念叨这里吧。 说你跟梁生，恭喜啊！我没打扰到你们吧？没有，你别误会啊。我是来这儿陪他祭拜母亲。这么晚了，早点休息。 我就不打扰你们了。 你就这么急着跟我撇清关系？急着撇清关系的是你吧？我跟宁信真的没什么。这些话，你还是对沈小姐说吧。 我们赶紧进去吧，外面太冷了。明天你回去吧，你就这个样子出来，家里人知道会担心的。我想一个人静静。 怎么了你？怎么这么烫啊？没事。你把被子盖好。你等我一下啊，我马上就回来。 医生，你快帮我看看他到底怎么了。 之前有过肺部感染，会不会是又发作了，或者怎么样？没事，就水土不服，你放心，死不了。我家有药，给他吊吊针，明天就会好啊。哦，好，谢谢啊。
你好点了吗？谢谢你。我去开门。 我们一直在找寻你们，所以电话里只是确认你们的车和手机没有被定位。接着，我给您老板确了电话，确认您不在您老板那边，所以我推测，您应该是陪江小姐回了魏家坪。先别聊了，来吃点东西吧。有吐司、小笼包，还有粥。谢谢你，我们已经吃过了。昨天晚上我看这里黑灯瞎火的，就猜到你们没什么准备。我怕你们早上没饭吃，所以就多此一举跑了过来。你不会介意吧？怎么会？来，吃吧。新酒店做得不错，说起来还多亏了天生苑那片江花。 哦，对了，昨天晚上我忘跟你说了，黎乐回国了，苏曼也会来参加开业剪彩。难得你跟江生在，要不我们拒绝，有黎乐在的话，说不定陆文静也会来。你瞧我。 都没征得江生的同意，就约了这个局。你怎么知道他不同意呢？我也是乱说的。我知道江生是来祭拜母亲的，我怕你昨晚走得急，所以，我帮他准备了一些东西。你还真有心。不管怎么说。
江生上大学的时候就在我的店里打工了，说起来也算是半个妹妹，上点心也是应该的。哎，先吃饭吧。你怎么突然跑过来找我？昨天晚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是天恩叫我过来。你也知道我对设计一窍都不通，所以离得正好回国，我就把他叫上了。他是心理医生，正好我想他会不会有更好的建议，帮助客人在度假村里更轻松地度过。当然，我也是有自己的一些私人原因，我想看看未央待过的地方。那就好。看到你们都在这儿，我还有些意外。是吗？原来这就是你跟梁生从小长大的地方。嗯。我想起了我的家，一个清贫但是却同样美丽的地方。钱伯应该不会清贫吧？天佑没跟你说过吗？我是钱伯收养来的孩子。哦，这样啊。但我能看得出来，钱伯很在乎你的。天佑昨晚发烧了，今天不会再出什么状况吧？原来你还会担心他呀。谁都不希望自己身边的人发生意外，不是吗？实话告诉你吧，我这回来是受了家父之命。爷爷让天佑回去，因为沈小姐要回来了。沈小姐回来了，你的梁生自然也就回来了。天佑，该回去了。钱伯在车上已经等了你很长时间了。你不用担心他，你回去了，梁生自然会回来。你留下来，我不放心他。是。我曾经以为在这方小院里，我只会为一个人哭，一个人想。现在看着他的背影，我才明白，我也会为他哭，为他笑。过几天就好了，但愿你从此幸福。
来真的有明月村这个地方。怎么了？哎，天佑他们怎么？由他去吧。天佑，难道你想跟我父亲一样吗？留下一生都弥补不了的遗憾。你知道我父亲刚才为什么要扛明月村吗？因为那个地方是他钟爱女人的出生地。他一辈子都错过了她，现在呢，就连探望他坟墓的勇气都没有。人这一生很短，我不希望你留下什么遗憾。对，人的一生很短，所以我才想尽办法来成全他。邻居家失火，蔓延到我们家，火势熊熊。无论我怎么伸手想抢救，我都无能为力。我只能眼睁睁目睹我的家就在我面前一点一滴摧毁。我的家没了。柿子林没了。花店也没了。家也没了。哎，这车好像有点问题啊。嗯，我去打个电话。你们俩车上等我。车怎么会有问题呢？现在。
我总是觉得你对他太过执念了。现在想想，是我对你太执念了。秦志，麻烦你了。天佑，我想跟江小姐说几句话，关于梁生。9:37，我市吴江路发生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，一辆油罐车沿吴江路北方向行驶，与一辆轿车相撞，造成两人重伤。为避免拥堵，请开车听众尽量绕行。多少吃点东西啊。
走吧。秦芝现在怎么样了？还好。我去看看他。嗯，看他才行。哎呀，走。哎，我们先过去啊。拜拜。拜拜。饿了吧？喝点粥，来。我们结婚吧。陈先生，来，江小姐，宁小姐出去了，让我招待你们。谢谢。谢谢。这几天先住在这里，有宁心照顾，我也放心。天佑，别担心，我会很快回来，我保证。很快是多快啊？